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25集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也是给大家介绍关于变形金刚钢索的第三方产品 New Age 推出的恐龙部队里头的恐龙指挥官。这个包装盒我非常喜欢，方方正正的啊，而且印刷精美，也很有古早玩具包装盒的感觉啊。NA 这个系列啊，它的这些包装盒，我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给高分，很喜欢啊。然后前几天呢，刚好也给大家做完了铁工厂的钢索，今天接着做 NA 啊，两条龙呢，其实我是同一天呢收到的，那两个都很好玩啊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我很难给你下定论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款，虽然号称小比例，但其实它已经比官方的 Deluxe 等级呢升高更高了。体重的话呢，甚至还更重一些，因为它身上的话呢，有一些金属的成分呢、啊。那具体来讲的话，就这一块啊，在脚底板，所以它的一个站立性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然后这一款玩具的配件的话呢，除了你看到的火焰大刀、大枪之外，先看一下好了啊，大剑。搭建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可以拔掉的，所以它可以拆下来变成火焰特效剑，渐层的效果啊，前方深啊，根部比较浅。那手臂的话呢，是直接拆下来做一个替换的，那可以替换的呢，就是有一对的手掌，这个手掌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枪的话呢就没有其他的涂装，是有点哑光的灰色。那除了替换的手掌这个枪之外，刀之外，顺便提一下这个。拆掉就可以了啊，它有附带一条鱼啦。然后，因为它有一个故事，就钢索曾经在地球的时候跟一个修女讲述一段他跟一条鱼的故事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，那个鱼的梗我不懂啊，你们自己去查一下修女跟鱼的梗是哪里来的。那么呢，玩具本身很重很沉，关键紧实度很好，这样子甩没有什么问题。它的话呢，硬要挑毛病的话呢。可能你要说这里，对不对？非常多的空洞，而且，硬要说的话呢，因为它在变形的时候是两侧要卡在一起啦，所以它明明有很多的插孔可以做板子把它盖起来，但是盖起来之后呢，就会影响变形，就又多了一个拔叉的部件，这是比较奇怪的啊。那么这里，变形的话呢，着重点一样是在这一代，就跟 MP08 一样。但是 MP08 的一个孔洞呢，至少看起来没有这么恶心啊。这个看起来确实是蛮丑的，啊，在处理上确实是比较潦草一点。但是，据说会有盖板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啊。有没有？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啊，因为有的话呢，到时候你在变形之前又要把它拔掉，啊，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加分呐。你一多个替换件，还是有人会不满意的啊。然后它的一个这个胸口啊做得很厚啊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还乍以为有什么机关，那按下去之后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。眼睛的话呢只有蓝色，并没有办法呢做一个换色啊。不过这小比例玩具啊，就不要计较太多了。那头可以往前面举这样，那因为在 G1 里头呢，恐龙部队一开始都是可以在天上飞的啊。然后后面小翅膀的部分呢，照比例来说，比起 MP08 的比例来讲。这个翅膀其实有做的比较小，那至于你要大一点比较还原呢，还是小一点的比较，精实的话呢，这个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，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。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，而且可以往下面看的一个关节。那手臂的一个平举啊，你看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。那么360度的转动当然没问题喽。二头肌的转动，手肘啊是一个这里是完全可以转超过于90度的。这边的话呢，硬要挑毛病是有一个断掉的感觉。那拳头因为可以替换，当然就可以转动了啊。裙甲的话呢，往前可以掀开，往后呢一样可以掀开。侧踢，支撑力度不错啊，撑得挺好的。然后外摆内收也是有的。然后膝盖啊弯超过于90度没有问题啊，因为算是一个双动关节。整体来说，是一个表现非常非常均衡的玩具，造型的话呢，也很接近到 G1 的一个感觉了。我个人是挺喜欢的啊，就摸起来的触感啊什么的，其实，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均衡，这一向是 NA 产品的一个特点。那甚至你要说它出色，我觉得也不过分，也不过分。我们来进行这款恐龙部队的恐龙指挥官。
它的变形的话呢，第一个步骤呢是先把这个拳头给转下来啊，有点不可思议啊，对，居然是一个拔叉的变形，哎，真的要这么说也是没有办法回避掉这个缺点啊，这个拳头是真的把它给拔掉的，然后的话呢，把它进行一个翻转，这里，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整个小臂呢就是变成龙形的小腿啊，整个就是尺，这个大小都变大了啊，各位看得出来，靠的是里头的这个造型，把这个拳头啊，不，把这个小臂给撑大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啊，这里打开，我们需要这个空间打开，到时候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的话就可以往下面放下来，这个地方，然后在那之前先把这个整个胸口给打开到这边，整个翻上去，这个到时候是要方便我们这样子推下来，但是我们现在先不急着推，先把它往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现在要先变形它的一个下半身，下半身的话呢，需要用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回转，所以上半部我都先不要管它啊，下半部先把这个脚底板翻出来，这里翻出来，这个部件翻出来，一个尾巴的部分翻出来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地方是可以折下去的，折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捏住大腿跟龙的尾巴捏住的情况下，我们去旋转这个部件。啊，你转哪个方向都可以，转这边也行啊，转这边比较顺。转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把尾巴从这个地方顺出来，然后呢，大腿回到原来的角度，这个地方整个都回到原来的角度，到这边，啊，到这边。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，翻出来，这里翻出来，这里抠出来，这边打正，这里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尾巴的末端哦，这是这一侧才有，另外一侧是没有的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大腿跟龙尾巴呢一起揪住啊，同时揪住，然后旋转这一块部件啊，你旋转哪个角度都可以，你觉得啊方便你把这个尾巴从这个地方转出来就可以了，转过来，然后呢两个尾巴的话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合并了啊，把它给合并，这个两个这个部件通通都合并好。那么这个合并好之后啊，你要再打开的话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紧的，可能需要借助到变形神器啊。那我们先不管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部件可以往上翻一些，没关系。我们把这个刚刚提过了，这个黄色部件，我们要整个把它往后面退，退到底之后呢，把这一块部件推下来，到这边把它给卡进去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黄色的这块部件就已经固定在这个位置，不会跑掉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步骤就是呢，旋转这个龙头，我们要把这一块包下来的时候啊，这里是有一个凸啊，要卡进去这个缝里头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龙头的这个部分啊，它是有一个蛮特殊的角度的，你就稍微去合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里面黄色这个部件它是斜一个，也不能说45度角了，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。哦，把它给卡进去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将这一块，啊，这一块部件要卡进这个缝里头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黄色部件啊，应该是可能在75度左右的一个角度，啊，比较妙的一个角度卡进去啊，卡太快了，不好意思，稍微再把它打开一下。这个龙头还没下去啊，龙头要一起卡，这样卡进去。好了，然后这个部件，最后就把它给盖下来，到这里组合好。那么这一款 NA 推出的恐龙指挥官的变形呢，啊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我们调整一下，那么呢，它的体型大小先对比一下，这是一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。那我们拿一个上一集吧，给大家刚介绍过的铁工厂的这个大将军霸王丸。那铁工厂的版本呢稍微大一些，但重量来讲的话呢，其实两者可能不会相差很多啊。这个 NA 这款相对来说比较扎实一点，而且它有一个合金的部件，然后它的噱头还有一个跟 MP 那个08的钢索一样，它的眼睛也是可以替换成红色的。那这个替换的话一样是把这个头顶盖给打开，但这个头顶盖打开很紧啊，这个真的是很紧，就可能我还是要需要一下借助一下变形神器啊，然后呢把它的这个眼睛里头有个部件啊，我们这样子旋转一下，转到这边盖起来，就变成了愤怒的红眼睛。那愤怒的红眼睛就要搭配喷火了啊，它这个嘴巴里头啊也是有一个喷火的一个接喷火配件的一个凸，这样的，如此一来它就有一个暴怒中喷火的一个样子。
那可动度的话呢，头可以这样转，头也可以上下转。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是360度的转动啊，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但是它没有一个二头肌的转动啊，只有这个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然后会导致于说，其实它的手的可动呢，你会有很多奇怪，你会有一些角度其实你是转不到的了啊。那这样子讲你可能比较难去理解，但它确实是影响到了很大的一个可动，但毕竟它不是人形的可动，是龙形的可动，所以就不要在乎太多了。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跟修女告解的这个鱼，我还是不太清楚这个梗是在哪里。反正它没有一个机关可以让我们直接扣上去，比较可惜。那我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家伙没有什么水口，涂装啊没有什么异状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腹部这里，整个非常的光滑。其他的配件的话呢，这个好像这个武器好像应该也是，愿意的话应该是可以扣在上面啊，但是扣在这么前面感觉有点奇怪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是觉得这个钢索比较可爱一点，曲腕的一个钢索，这个萌系指数还是比较高。我还是习惯给它做一些比较呆萌的一个表现，这边回复它的一个蓝色的眼珠啊，你可以让它抓抓头啊，然后就是手的话呢是转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点在想事情的感觉。这个我想应该是GU1 钢索呢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几个动作之一了啊。那这个玩具做的不错，确实相当的好。那可能最大的毛病呢，就是在人形状态下，它的一个腿的侧边暴露了比较多的零件，然后其他，应该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这是蛮妙的。通常 NA 对手戏都是这个魔方，但这一次的话呢，有点意思，他的对手居然变成了铁工厂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